花名浩南的郑伊琪在四月胜出一个选美比赛之后人气大增，成功由 model 界杀入演艺圈。最近阿威接到他的第一个代言工作，呢日出席品牌活动，阿威都话觉得好兴奋，又透露自己而家有好多邀约啊。參加完比賽之後，工作量多了很多嘅，咁有唔同嘅客户揾我啦，即係除咗可能飲食啦，但係美容上面啊，跟住去到電子產品唔同層面啊，跟住都係一啲好生活所需貼地，即係可能大家所需品咧，咁啲客户都有聯絡我，都有揾我，我都有合作嘅，係。我就覺得係最緊要品牌啦，品牌本身自己嘅歷史啦，同埋同自己合咩 match 咯，咁我覺得佢個品牌好健康，咁所以我就覺得合作得好開心。阿威又话希望向多方面发展演艺事业，如果有机会拍戏嘅话，就特别想同一位男神合作。因为我仲系一个新人，好多地方都要学习，好多嘢都想试，即系可能想试下拍剧啊，跟住唱歌练下唱歌啊，系啦，主持方面点样可以再拿捏得好啲啊，咁样啊。有冇话想同边个男神合作啊？拍电影上面咁梗系同古天乐啦。如果佢真系揾我啊，我会好紧张啦，好兴奋，跟住我应该会提前好多做 preparations 咯，即可能佢俾我嘅角色啦，或者演绎嘅方法，我会不断练，同埋揾唔同嘅人去试下戏啊，跟住之后一去到埋位，就希望有最佳嘅状态展示到出嚟。而被问到佢对拍摄亲密戏或者性感情节嘅睇法，阿威就话要视乎剧本仔细考虑。即系苏花嚟讲，我形象健康嘅，咁我仲想系。即係想觀眾係記住我呢個健康嘅形象，即係可能太性感嘅就睇一個題材適唔適合咯，都係以題材為主咯。即係可能接吻嘅，咁可能個題材個故事需要嘅，咁我都會配合嘅，係啦。至於使唔使問準男朋友先，阿威就話工作係個人嘅事，應該由佢自己決定，相信另一半都會全力支持啊。